好，咱12个长针勾完了，勾完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线头拉紧，拉紧之后呢，我们和这个三辫子最上面这一针辫子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，然后把这个线头隐藏一下，把这个线拉紧哈，要不这一个就会被误认为是一个针目。好，完成之后呢，我们还是立三个辫子，1、2、3，我们还是在这个引拔连接的这个针目再勾一个长针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到第二个针目，第二个针目不要落掉哈，在这里再勾两个长针。好，然后再到第三个针目勾两个长针。好，家人们，这一圈的规律就是每一个针目里勾两个长针，勾完这一圈是24个长针，家人们自己完成一下吧。